所以不能怪罪别人呢。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。学佛这一关不能通过，你就难了。啊，关关都要通过。啊，真正像诸佛如来，大慈大悲，明念一切众生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啊，迷失了自信，变成这个样子。啊，像小孩不懂事，那个小拳头打你几下，你还去跟他打一架吗？啊，你80岁了，啊，他才3岁，80岁老人会跟3岁小孩打一架吗？不可能的。啊，所以学佛的跟不学佛不一样。啊，学佛的人了解事实真相，这个口，这真彻底。啊，世间人达到最高的境界，也就认识因果，而不造罪。啊，我为什么原谅他，免得以后冤冤相报？这是世间圣贤，啊，处世间圣贤完全。一体啊，牙齿咬了舌头了，舌头还要找牙齿算账吗？那不可能。为什么一体啊？一体从哪里看？就记住六祖一句话：何其自信能生万法。这一体，万法是全宇宙从哪来的？自信生。这个都要承认的啊！一切众生跟我是一体，慈悲心是从慈心流出来的，真爱呀！啊，害我的人也真爱呀！啊，非常可怜，他迷得深了，我比他迷得浅了，我就得原谅他。啊，那他不原谅我，他还继续来陷害，随他去啊！啊，害死了很好啊，为什么到极乐世界去了？你看他做好事，把我早一天送到极乐世界，啊，永远只有感恩这个词，没有怨恨。你把事实真相搞清楚了。感恩的心升起来，啊，与学佛有什么好处？好处就这个，啊，真的把诸法实相搞清楚了，搞明白了，下面念牢。引往生论这一句也好，往生论言：三种庄严入一法具，一法具者呢为清净具，清净具就是真实智慧无为法身。往生论我们很熟悉，这三种庄严是依报庄严，说了17种啊，正报有宾有主啊，主是佛阿弥陀佛，说了8种啊，宾是菩萨，每一个往生到极乐世界的菩萨
说了四种，总共29种。极乐世界无比殊胜庄严，天亲菩萨在往生论里头把它总结为三大类的庄严，就是三种啊，依报、正报啊，老师、学生。正报里头有老师有学生，修净土要细心。极乐世界真的好像是个学校，尽善尽美的学校。极乐世界没有政府的组织，没有上帝，没有总统，也没有士农工商。那经常没说过，那所以极乐世界只有两种人，一个是老师，一个学生。老师是阿弥陀佛，学生是十方世界啊，听到佛菩萨讲经说法，介绍极乐世界，这认识了真心发愿求生往生到极乐世界这些人啊，这是正报里面的学生。无比殊胜庄严，美好到基础啊，无法形容啊，佛说也说不尽啊。啊，但是总归入一法句啊，这一法句就是真实智慧无为法身，全归真实智慧无为法身，总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